做这件事情太久，储备的太多，然后一下子什么都没了，就好像你扛着一个好重的东西，然后一下子瞬间什么都没了，没有知觉了，就是很轻，轻到什么都感觉不到，就我感觉我在打一场那种我知道可能会掉书的这种仗，我看得到前面有堵枪，我还要拼浑身所有的力气去往上撞。因为我把我所有的浑身解数都用上之后，我发现打不赢。我越来越觉得，就是我个人的能力是完完全全不足以面对我要克服的挑战。我当时其实满脑子都是我刚来这个节目的画面。有请周克宇。就是当时去E-Star 训练的时候，满怀憧憬，然后我叫释一，很开心，很期待，请尽情吩咐妲己主人，就是和他的相处，努力做主人喜欢的事，我自己在说的那些话，看不见对手，更衣加油，当时在想那些东西，别拍不到我，就是一些闪回片段。第一次来的时候。留下了很多遗憾，所以我这次回来尽自己全力去帮他再拿个冠军，心怀无畏，站着点，觉得我努力去这样做，我没怕，我从来就没怕。周可宇的药可是在第一季的战神巅峰就打出了名的，从这一波直接下路打了波爆炸，周冬雨想跑，起火上去打一套，周冬雨很肉，二技能再回到野区，这时候队友已经跟过来了，走了，要什么清场，控到了两个 C 进去再砍一刀，这一局的 MVP 是给到周柯宇，突出伤害非常的高，36%，能扛能打能切 C， 这样的药怎么能不赢？本局的 MVP 给到了周柯宇，蓝。这局比赛周柯宇是7杀1死7助攻。看一下这一局的 MVP 是给到周柯宇的宫本武藏，伤害占比是高达32.3%。柯宇，你这次战至巅峰，你肯定是要成为一个领队的人物，把大家聚集在一起，然后把每一个人都打磨到最好最适配的那个程度，这是你这一个赛季战至巅峰和上个赛季最不一样的地方。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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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！打起来，兄弟们！林墨这一波来下，林墨这波来下，来了，来来打呀，打呀，打呀，打！林墨来了，我来。林墨打，林墨打，林墨打。好，我来，我来。头上头，跳到，跳到，跳到。再一个头，打二段，再收一个，再收，来回拉扯，龙马毕露。哦，而这个位置的柯宇来扛住了，他还有一个复活站了起来，关羽第一时间支援到 ，nice。这一局比赛，他们五个人都抱在了一起，真的是这是死地而后生啊！他们还魂在燃烧，很开心。是我参加《战巅峰》一季、二季到现在为止赢的最最最最最开心的一场比赛。大招直接推，直接给框在了人群里，直接回头反杀，一个人打五个，切掉了欧子叶，自己有一个复活站起来，还能退吗？走掉了，我的天哪！这波周柯宇到底是一个冒五个还是五个冒一个呀？别走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来，这波又是过来，一口气秒掉欧子叶。让我们恭喜 ACG！ 你怎么敢动我的？我可是手法怪物。我甚至有想过，就因为上一季在半决赛淘汰，然后这一季会不会也在半决赛止步？被一个摇的一反打啊！周柯宇可能躲掉了。一血有小贾这里拿到了。哎，被骗了！怎么了？哎，他走不了了。所以一个人把家拆了，下路。就是感觉。没力气了，脑子也没力气了，就是很疲惫。哎，我把我会的、不会的、去学到的、收获到的，都试了，没招了，已经。想赢是没什么错，但是赢不了，
也没什么办法。我这一季已经把浑身解数都使出来了，我所有的，在我这个人身体里面能够交出来所有东西，我都交出来了。谢谢，谢谢你这一次来镇巅峰，可以。圆自己的一个梦，我很热爱这件事情，我也很敬畏这件事情。它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。结束，拜拜，拜拜。